體育方面，英超聯賽是車路士以2-0作客擊敗熱刺。潘偉雄報導。動感天地，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車路士作客2-0擊敗熱刺，韋利安攻入兩球，協助客軍領先上半場。今場雙方球員多次發生推撞場面，熱刺嘅孫興文倒地之後，伸腳踢向魯迪加，領紅牌被逐。車路士維持戰果至到完場。另一場比賽，曼聯作客0-2不敵榜尾嘅屈福特，屈福特借住一個右路罰球先開紀錄，沙亞門前施射，迪基亞接波甩手再彈入網，屈福特領先1-0。主隊四分鐘之後再有進仗，沙亞殺入禁區，曼聯嘅雲比沙卡將佢踢跌，屈福特由邊嚟射入12碼鎖定勝局。車路士贏波之後18戰32分排第4位，熱刺26分排第7，曼聯25分排第8。屈福特取得寶貴3分，雖然繼續包尾，但已經追至同諾域治同分，積分上同第17位嘅修咸頓有6分嘅差距。意大利聯賽，阿特蘭大主場5-0大勝 AC 米蘭，拿波里作客2-1險勝薩斯索羅，布洛尼亞3-2擊敗萊切，帕爾馬主場1-1賽和布雷西亞。阿特蘭大31分排第5，帕爾馬25分排第7，輸波嘅 AC 米蘭21分排第11位。重複新聞提要：當局由下個月開始會以現金鼓勵方式資助本地旅行社推廣綠色生活本地旅行團。96個人被控暴動罪，另外社工許麗明被控襲警，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堂。安倍晋三访华，日本传媒报道，安倍同习近平会面时可能会提及中国海洋活动和香港局势。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为中。天文台话，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3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30公里，移向菲律賓中部。本港地區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同埋聖誕節假期，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星期五顯著轉涼，週末期間間中有雨。紫外線指數係3，強度屬於中等。室內氣温21度，相對濕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香港电台五间财经，欢迎大家收听五间财经，我是李以琴。港股窄幅上落，恒指半日收报27,889点，升11点，主板成交额有361亿元。恒指高开153点，曾经升穿28,000点，去到28,024点，不过已经是暂时的高位，其后升幅收窄，更加曾经倒跌。阿里巴巴创新高，触及21,210.2，半日收报200。